上博的钱币的藏品有50000多件，非常系统，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难得的。这就是早期的货币，因为生产工具在早期的时候，它肯定是生产的这个关系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早期的货币呢，是从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 早期的空手布匹基本上是在春秋的中晚期，它是中国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那个金属铸币之一吧。空手布的这种形制来源于这个农具产的，上面是有中空的穹布。 它的布身是非常的薄，它可能小于1毫米，在这样一个小的又是比较薄，然后又有一定面积的一个平面，它又要把它做得非常平整，又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需要非常精密的那种技术去铸造它。空手布它有几种形式，一类呢是平肩弧足空手布，第二类呢是斜肩弧足空手布。 第三类呢是耸肩肩足空手布，我们目前所能够发现的空手布上面几乎都是有铭文的，基本上现在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种，一种呢就是记地支的，还有记数字的，相当一部分呢是记地名的。 这一个"四"字的空手布，他们被视读为是少取士乃。不管是哪一种视读方式，在这其中都提到了一个"士"字，那么这个"士"字呢，其实是一种吉士的意思。就我们目前的考古出土发现来看，它主要是在周王室的王畿之地。 这类钱币呢，我们称它为五铢。五铢呢，它是中国货币史上面第一个比较成熟的货币制度。 虽然统一了货币的这个形式，方孔圆浅的这样一个形式，但是铸造权不统一，以及就是铸造地分散，通通都造成了这个货币它有大大小小，有厚有薄，啊，这个其实是不利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货物的流通的。汉初以后呢，就是在尝试着对货币进行几次改革。 那么想要把它统一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大小跟重量，但是这几种尝试基本上都失败了。元鼎4年之后呢，汉武帝要求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
这样就形成了全国唯一的铸造机构。在当时的上林苑，由专门的人员管理铸造，它是三个官职，他们分别是中官、技巧、六旧，所以称它为上林三官五铸。它的货币形制是非常统一的，直径大概在2.3到2.5厘米之间，然后它的重量呢是在3.5克到4克之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林三官五铸来说，它的外廓的最外缘是略高于这个廓形的内缘，它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就是使里面的中间的这个铭文不受磨损。的铸造工艺要比先秦时期要有了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我们称它为是一种叠铸法的一个铸币工艺，它是将这个钱币的这个铸造量成倍的增加。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去了解钱币的一个好处就是你能够博古见今嘛。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钱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丝路货币是一个听上去比较浪漫、充满诗意的这么一个称呼，它指的是古代的丝绸之路通过亚欧大陆连接或贯穿起来的那些古代国家所发行的一种货币。这种货币跟中国古代货币不太一样，这些珍贵的货币文物是由研究家也是一个收藏者，就是杜维善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杜维善先生是海上文人杜月笙的七公子，大概从1992年开始吧，杜维善先生就陆陆续续的给上博捐赠这样的文物，一共有捐赠了大概有4000多枚。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国家货币就像有一个 U 盘，给你留下了历史的非常准确的那些信息。在这个展柜里头，大多数都是安息时期的货币，从公元前30纪开始的，正面都是一个国王的样子，前背面的神啊都是拿着一张伸向画面外的弓。像这张弓啊，其实是一个草原民族里面权力的象征，他把这个弓递给画面外面，实际上就是象征着权力的交接。当这个钱币上出现不同点的时候，那么恰恰是这个时代那个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某一个区域有重大的一些变化。在这个《汉书》里头的记载着这个帕提亚王朝的钱币呢，正面是国王的头像，而背面呢是他的夫人像。因为这个钱币不符合整个安息王朝的货币的理念，就让我们产生了问题，就是到底这些汉史的记录是否准确。但实际上我们后来发现还真的有这么一枚钱币。
这个钱币就是现在非常罕见的叫穆萨女皇钱币。当时的这个弗拉特斯四世的妻子把自己的丈夫暗杀了，然后把他这个王位啊给了他的儿子，自己做摄政王。这个在安息的历史上实际上是一段谋反吧，或者说是个倒行逆施，所以他很快就被推翻了。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只有6年时间。但是到了大三王朝时期，钱币的设计啊这种风格大变。在帕提亚时期，钱币是高浮雕的，马上变成了比较扁平化的图案，而且对王冠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表达得非常细致，而他的王冠式样也特别多。当他可能有重要的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国王都会制作一顶新的王冠。看上去钱币上的图案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核心的设计理念是一致的，是一种国家信用的象征，就是国家担保这枚钱的价值，担保这枚钱随时都能换到相同价值的东西。钱币呢，就像古代的照片一样，很直观地带来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去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状况，还有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还有当时的文化和艺术的方法。对于上海博物馆来说，丝路货币它的整体是上博的一个宝贝。我们上海博物馆藏的印章呢，有15000多件，展厅里面展出来呢500来件，3%左右，确实是冰山一角。这件晋圭帝王呢，是我们上海博物馆印章馆的一件珍贵的文物。它是汉晋以来中原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的官印。字呢是5个字，晋圭帝帝王。晋呢就是他的一个归属，这个官印啊是西晋王朝颁发给他的。除了这个归属之外呢，它下面还有个定语是圭帝，圭帝呢就是表示率领部落归顺中原王朝。除了圭帝之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还有帅上。帅上呢就是说他是率领着这个整个部族呢接受了我们这个中原王朝的统治。另外还有破虏，就是指带领他们的这个部族一起去征伐其他部落，为我们这个汉晋王朝呢建功立业啊。颁发官印就是给你一个物证，
表达了你的地位，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对于少数民族来讲有具有提升自身地位的意义。第一，这个少数民族啊，它有很多分支，一般它就居住在甘肃、陕西还有四川这一带。帝王呢，我们很难去找到它是确切的哪一位，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方印的这种材质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地主的部落，所以才给他颁了一件以黄金材质的晋归义帝王，否则的话他会颁一件铜鎏金的晋归义帝王官印给他。晋归义帝王这方金印之所以用驼为纽，驼对于氐族来说非常重要，不同的少数民族会用不同的纽饰，是跟每个部族的生活环境和它最重要的最有典型性的代表的东西是相关的。我们给这边少数民族帮的这些官印啊，从目前发现的来看啊，确实是疆域非常广阔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有发现。当时我们汉晋王朝颁发给他们的一些官印，这种通过印章的方式来联系这边王朝跟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方式呢，它其实是也是我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治国智慧的体现。那么我们这一枚印章啊，晋归义帝王，其实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阿弥陀佛三尊铜像的话，是一件隋代的造像，它刚好表现的就是南北朝的这些雕塑样式的话，让它开始向一个统一的方向发展了。祖宗阿弥陀佛，左侧的它是观世音，然后右侧的它是大势至，这个就是西方三圣。然后在它的前方的话，左侧是一个男性的供养人，右侧的话是一个女性的供养人，前侧的话是两个成对的护法狮子。然后是他们整个的话是被插在一个四足高台床上的。
最接近佛像的两边的话有两个方形的方孔，它以前也应该是插着像其他的这种插件一样的。我们就推测的话，它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一种说法是弟子。但是你如果是弟子的话，按照这个方孔的尺寸来说的话，那个弟子像就会比菩萨像还要大了，肯定是菩萨要比弟子要大的，所以弟子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还有一种可能的话，我就想到了，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在河北的赵县出土过一尊范式造阿弥陀佛铜像。然后这尊河北的铜像呢，它的背后靠近佛的地方是两棵双树的形象，就作为它整个的背景。那个树的话，它的体积就非常的大了，也符合我们这个方孔的话，它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推测的话，如果是两棵树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这一件应该是比那两件还要做得更加的夸张和豪华吧。它的飘带的话只有1.5到2个毫米，整个头冠上的带子是从它的头的两侧垂下来，然后别在腰间，然后又从腿的下边又伸出去，一直垂到脚下。那种自然写实的表现，真的让你感觉到它就是在表现一个丝织物。你很难想象一个冰冷的一个铜器，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写实和细节的程度。底座上面的那圈缠枝莲花纹的装饰上面，它还有葡萄，后边的话还有两颗石榴。石榴和葡萄的话，它都是来自于西亚的。它其实是有一个湖汉交流的特征的，包括两个供养人的服饰也很有意思。男的供养人的话，他是那种宽袍大袖的，是中国传统的贵族的一种服饰。但是他戴的这种头饰的话，其实是想象一种就是北方民族的一些特点嘛。这个女性的供养人的话呢，她的头顶上梳的是一个坠马髻，汉族妇女的发饰的一个形象。但是它很有意思的是，她的袖子仍然是很长的坠下去的。这种很长的窄袖的话，它其实是北方的胡族，就是草原民族，他们的着装的特色，这就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态和民风民俗的一些体现了。隋的时候，雕塑艺术相当于把南北朝各地的风格仍然是想汇总起来，但是还没有把它就是完全汇总起来，然后它就灭亡了。进一步统一的话，其实是到初唐开始，是从那个唐高宗到武则天的时代。所以菩萨铜像它就是一件五周时期的雕塑，这种样子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这一件，可以窥见就是五周时候初盛唐佛教美术它达到的那样一种美的高度吧。它的左手是按在大腿上，面部呢是偏向于右侧的，脸型方圆，肩很宽。四肢比较纤细，上身的话基本上赤裸的，细细的天衣是斜披在上身，下身穿的是一个羊肠大裙，颈部呢是有项圈，背后的话有一条璎珞，他的头上呢梳的是高发髻，五官的话刻画是寥寥几笔，就把他那种恬静的很静态的很智慧的表情然后把它刻画出来。Thank you.
它的底座是一个莲花，凹槽里边的话还有当时鎏金的痕迹，就证明这件像的话它以前是鎏过金的。它上面的话还有这种像水波纹一样的刻画，它只有在前面有，后边是光面的，是没有的。然后就证明的话这件像的话是只是从正面看的，那它背后是什么呢？我们一直以为它是一尊单独的造像，直到日常维护的时候翻开它的底座，然后看到它的结构了之后，就发现了这个横档和这个孔，还有底下那个凹槽。不然就是有一些恍神吧，然后就觉得它可能是一组群雕里边的一件，当时就觉得还蛮兴奋的。有一个连杆，铜制的连杆，然后穿过它底下的这个孔洞，然后是卡在它下边的这个凹槽上，就把它固定住了，就像从那个水池里边长出一根莲茎，然后开了朵莲花，莲花上面长出了这样一个小的四维菩萨像。这种初唐样式在向盛唐发展的话，佛像的表现的话就更加的雍容华贵了，而且体态甚至是有一些夸张的表现了。这些盛唐的特点的话，在我们这件东贵菩萨白石像上有很好的体现。它是用白色的大理石做成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白玉做这种白石像。最鼎盛的时间呢，就是长安地区唐代的就玄宗时期了，就是盛唐时候了。它的面部做得非常的精小，脸庞的非常的圆润，然而是五官集中，菩萨的眼帘是朝下的，就感觉是慈祥和智慧的一种表情。胸膛的话是鼓起来的，腹部是比较松弛的表现。她的下身穿的裙子的底边的话有一圈那个百褶的，裙子里边露出的一只脚，肌肤的刻画和百褶，然后随着就是这个脚踝的位置，然后这种翻转的造型都刻画得非常的写实和自然的，仿佛就是一个活人，然后是穿着这种服饰，然后东归在你的面前一样的一个形态。看到这件雕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古希腊雕塑的感觉。形容古希腊雕塑有两句名言吧，就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盛唐的雕塑是中国雕塑的一个高峰，是刻画人物的就是最写实的一个阶段吧。白色大理石像雕好之后，它的身上的话是那个涂彩，而且上面是有鎏金的。其实我们这件像在它的局部的话还有那种彩绘的就是痕迹的残留，也可以证明我们这件像呢，它以前可能也是大面积的有彩绘的。盛唐时候它一般都是群雕的形式，我们这种东贵菩萨像的话可能也是一组群雕里边的，就在佛前面的就供养菩萨的形象，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吧，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就是你每天去看它都会有收获的。你看我通过这样超声波，然后呢就是可以把局部的这些结构就清除掉，把它写出来。这种超声波呢，它特别是对这种枝枝角角的这种处理，一般里面如果用一些大型的金属，它很舒服。接触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了，你的认识眼就越来越深入，以前的很多疑问眼就被解答了，这也是一个求知的乐趣和过程所在吧。对，就是编的或者是碳的，现在看看这里边那个飘带的头，这边的后，从俄罗斯藏传这个。
国家政权分分合合，但是货币制度仍然是慢慢在其中延续，影响了中国后代2000年。丝绸之路货币呢，其实就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史啊，从货币的角度进行的他自己的进行的一种观察。官印啊，是我们中原王朝跟少数民族之间发生政治关系的一个物证，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治国智慧的一种体现和物化。雕塑是那个年代历经千年遗留下来的见证吧，也像是一把钥匙吧，或者像一个时空胶囊一样吧，就是把当年的一些信息然后是提供给我们。